哦，先啉一下体会咧吼，等下咱再来邀请咱的新歌的总部师，澎湃聊天准备好势，啊，咱甲这回来甲做出彩哦。啊，今日咱嘛特别来聘请咱本地非常有名哦，咱的总部师，新生时代要好朋友享用着上届美丽的佳话，所以讲好朋友敬请期待哈。建华哥哥，这久无看我，你做想我的吼，我知。 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接下来由许多的歌声继续来做带动。非常爱爱播给。那安排呢，这一首呢非常好听，也是我们黄诗婷一首非常抒情的台语歌曲《爱播给》，送给所有嘉宾好朋友。 谢谢，送给好朋友，来现场麻烦到咱的王代表，谢谢咱王代表的大驾光临哈，谢谢。